你好，你好，小朋友，我是梁老师，你好吗？我很好。好了，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中文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这是谁的狗？我们来一个总体的复习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字，小朋友怎么读？这。第二个字，那。第三个字，是。第四个字，的。第五个字，谁？下一个环节，我们继续来学习。好，这个字怎么念呢？这儿，好，这儿，那儿，那儿，多，多，很多，很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说对了吗？下面我们来复习句子。好，小朋友，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幅图上面是什么？有一只小狗。好啦，那这小男孩就问女孩说："这是谁的狗？"这是谁的狗？那小女孩怎么回答呢？这是我的狗，这是我的狗。好啦，小朋友，你说对了吗？我们再来一次，这是谁的狗？这是我的狗。好，下面一句话，我们看看是什么？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一只猫。好，那小女孩就问啦，那是谁的猫？小男孩回答说，那是我的猫。好，我们看这里这幅图上面有很多的鱼，我们就可以说，你看，这儿有很多小鱼。你看，这儿有很多小鱼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句话。你看，那儿有很多小鸟。你看，那儿有很多小鸟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说对了吗？下面我们来学字，我们来一起学习数字。这是几？十，二十，这个是多少？三十，这个呢？四十，五十，下面一个是六十，七十，八十，这个是九十，最后一个是100，100。好了，小朋友。再见，再见，小朋友，再见，梁老师，再见。